这里这里这里，哦呦呦，螃蟹的身影，还有几颗螺，哎呀，都喜欢堆到一起了，哇、哦，好肥哦，哇、哦，这个肥，大了。断了，这里收收收收收，哎，这个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的，在这里待了半天，不声不吭的，哎，上，这些收了。跟个鸡蛋似的，哎，哇，哇，哇，有肉的，哇，好几颗聚到一起了，收。哎呦哎呦，这里，哦，这啥虫子？哎呀，扁扁的，跟个面条似的，哦，哦。哦，收回去了，好快呀！啊，算了，不挖它，不知道咬不咬人。哇，这边，哎呀，哦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还有螃蟹，六、七，两个螃蟹，一路收过去。哦，今天的运气很好，一碰就碰到一堆。上上上，怎么不着急啊？慢慢捡。哦，这个能看得到吗？很小的。海葵，好小哇，太小了吧！啊，它寄生，它直接是寄生在那个聚集蟹那里，看到没有？聚集蟹，海葵，所以说这个海葵是移动的海葵来的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哎，把你给放了。哦，螃蟹要逃，哦，要逃了，螃蟹！哎呦！哎呦，收，这只也带了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。哦，最近的螃蟹很多，螃蟹的赶得上横行了。哇，哇哦，这里，也太美了吧！哎，直接含进去了，收，涂口红都没有它漂亮。漂亮，哎，这个也很美，哦，这个呢，动就大，哦，这个动这么大，哦，有螃蟹的，这跳动着，哎呦，小家伙凶巴巴的。
天，哎呀，哦哦，这个颜色跟那个海草的颜色太像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好像按住它了，下来的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喂、哎，又有排泄。个头小小的，但是哎呦，这个螃蟹也挺漂亮的，就是小了点，直接扎着我，动都不动，帅呀！今天收获不错，喜欢小杨视频可以关注一下，下期见了，拜拜！快看这里，有两个袋子。这几天风暴天哦，袋子都被打上来了，看好大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袁下来赶海了，一来发现两个大袋子，漂亮吧？这种袋子去到市场上面的话，都要8-9块钱一个，收着。一下还有，这，看到了啥？看到了没有？哦哟，鱼，跳鱼。啊，跑了，就直接躲到螺壳里面。前面找的，哇，这里，看，扇贝，哦呦，还在动的，看，哦，差点被它夹到了，它要再张大一点的话。被它夹到了，哦，这一边一片哦，好多啊，好漂亮，这个嘴巴张的老大了，哦，好美，哦，是被它夹的，哦，甩都甩不开，收，一大片，暴跌下来就是不一样，收着，哎呀，哦，爽了。对，还有个坑子，哼，上面都长满了海草，带了，哇、哦，这个大，喂，哦，越紧啊，松开，哎，甩都甩不动，喂、哎，看，哎呦。直接甩都甩不开，这个咬人很疼的。来，收着。喂、哦，好多啊！一下子这个桶被我装了不少了。哎，底下还有螺的，看到没有？哇、哦，花甲，小个。好漂亮啊！收袋子，还有螃蟹，这个先上。螃蟹，哎，这个漂亮。这个，小心它的钳子，这个咬人还是挺疼的。哇，漂亮！这一个钳子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完全没有杀伤力，这个。走，哟，这里，哇、哦，喂，这是，哇、哦，看到没有，哇，好多的螺，嘴巴还有张开的。哇哦，呵，哦，这里，还有，哈，一堆，收着，而且个头也很大个，刚碰到的都是这么小的，现在这么大，收了，哦，还有，居然还有，
哦，还有还有哦，还有的，哇哇哇哇哇，不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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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先放桶里。哇，听着这声音，过瘾吧？哎呀，哇，这边，哇。这边潮水也准备要涨了哦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喜欢小人视频可以关注一下，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哇、哦，这里，哎，哇、哦，这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哇、哦，还有个睡前在这里，哦，这里刚打过架吗？哎呦，哇、哦，哦，这只螃蟹好大。哎呦，这种钳子，哎，哎呦，这个要夹自己，松，先松开一下，好大一只啊！哎呦，个头不错哈，漂亮，哎。这里好像有受过伤哦，应该是打过架的了。哦，这里，哎呦，是不是就是它了？哎，只有一个钳子。哎呦，哈，这个头也可以带了哦。哦，它不止掉了一个钳子哦，还有另外一个钳子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掉了好久的了。这个是新的。哇、哦，这里，哎呀，这么多螺！哇、哦，这里，哇、哦，哎呦，它应该是在觅食的。我刚刚看到这里好多小小的鱼呀、啊，那只火钳，哦，看。哇，好大只！哎呦，这种钳子，哎呀，漂亮！哎呦，哇，这只螃蟹漂亮！哎呀！哇，一只老家伙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夹得到了，把它给拔。
把我给累死了。发现了两颗螺，就是喜欢大退潮的男孩，大退潮的螺很多。这个是月亮贝，哎呦，这嘴巴还在吐水呢。收收收！这里上背坑子，这里也有。这是小鸟都来过，但是这螺太硬了，他们不吃，就留给我喽。哇哦，这里这里，看那嘴巴，看那颜色，哇哦，漂亮。坑子拿来炒辣椒，爆炒炒瓜类都很好吃。这里还有那个，这个叫苦螺、辣螺，都是它。哇，这里哇，好容易发现啊！哦，这个是，哇、哦，这里还有几个，一窝。这种个头小小的，很好吃。上辈拿来做粉丝。好多天气太热了，好多小螺都。没发现啥？哇，这里这里这里，两颗大彩贝，这种拿来晒瑶柱很好，那个架子啊翻了好几番，翻了十几番，不是好几番。的那眼睛，这边螺果好多，一个大的收了。这里有，哇哦，又来一窝，哇哦，一二三四，这个螺的话，它很喜欢，要是天气热的话。它上面这个这些红色的那个嘴巴就会往上，然后天气冷的话，它就这样的，它会这样窝下去的，所以说它的握法很特别。收哦，那边上面都有那个生蚝寄生在上面。这个也是哦，但还以为是壳。一个螃蟹。漂亮，收！这里，哇，这两个好大，这嘴巴在上面吐水。一桶了哦，继续。今天的收获一大半桶的螺，虽然说挖螺会有点无聊，但是
很值钱哦。挖的也差不多了哦，收获可以，我们下次再继续了哦。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太热了，这里有个应该是蚝来的吧。对了，这种是生蚝来的，比较小个，但是这种蚝很肥，很好吃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圆呢，过来赶好了。刚刚是大暴雨过后，来，这个收了，继续往前找了。呵，聚集蟹来的。刚刚我看到这一片好多水，哎，哦，这个是坑子，已经坏掉了。这屋里来。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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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！哎呀呀呀呀，大发现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哎呀，有点滑这个。哎呀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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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、哦，好凶的哦！哎呀哎呀，哎，跑哪去了？这水一下子浑浊了。哦，这边。这边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呦，好凶，好凶，上上上，哎呀哎呀，自己赶出来，自己赶出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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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哎，哇、哦，自己用赶的好一点。水浑浊不好，不好干。来，这个可以，个头。哎呀，手好肥哟、哦！来了，看这底下还有没有了，因为这底下好深。收了，边有好多鱼洞。哎呀，这是螃蟹洞还是鱼洞啊？螃蟹，看到螃蟹了，那好小，这个就不理它了。哦哦，这么深呢、啊？这些都是一些小洞，它不大。看，这里赶出了一个螃蟹，它还想逃。啊，这不要它。哎，这里有花甲，我看这夹子都没有弄脏。花甲，收。这边也有吗？哎呦，这里。这里有一个，因为这边我看到好多有喷水，还有个小的，哎呦，一个小一个大，哎呦，都不少了，你看，小的这么小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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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大的，大的。好多小的，我专挑大的抓吧，那个小的等一下就不要它，它自己会钻回去的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大的，大的还不少。哎呦，这边。哎呦，这边都是哎，这里，哇哦，收收收收，哇哦，哦，
好多啊，看。哦哟，这里又有，哎呀，大。哎呀，这里也是。哦哟，哎呀，水流进来了。咦，这里，哦，天又黑起来了，感觉又要下大暴雨了，先回去了。如果喜欢小圆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今天的潮水有点晚哦，哇，这里，来来来，哇，好漂亮啊，一个坑子，哎呦，这个又红彤彤的，手这里受伤了。最近这些螺卵是比较多，哇哦，这里，哦，还有螃蟹，先捡螃蟹，哦，这螃蟹遭遇了啥？怎么断胳膊断腿的？哦，还受伤，哎呀，来回去到锅里好好疗伤。哇，哦，这里，哎呦，漂亮。收，一下子三颗。哎，哎呦，还有一个，跳跳不错。你吃了一条小鱼。虾，哎呦，这虾蔫了，因为这两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冷的。哇，它还是会动的，这鳃里面都在那里一闪一闪的，在那里动。来，把它带回去了。哇，这里，哎呦，看多漂亮，这根子，哎呦，还是会夹人的，哇。这些啊，给它带了啊，哦，还是会动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刚在喷水。哦，硬邦邦的，不认识，有没有认识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我刚好像碰到东西了，哎呦，这里，哦，又来一只螃蟹。这只也是切胳膊短腿的，来，就给你带了啊！哇，这里，虾，哇哦，哇，这里一大堆的坑子，哇，这嘴巴不得了，嘿，这个，哦哟，这个通通拿回去炒辣椒啊，或者是炒葱，都很好吃，带了。一下子，2、4、6、7个，哇，哦，好多！哎，这里有一只螃蟹，哇，这只个头不错哦，肥嘟嘟的。什么情况？今天的虾好像都不咋给力。嗯，这边也，哇，这个准备要钻进去了。哦，这里有好多海葵呀，有点难看，那有点看得不清楚，不理它，不是很大。
继续找。还是活的。天已经马上黑下来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小圆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，下期见了，拜拜。